据媒体报道，韩国男星何正宇、李善均携手出演的电影《绝地隧道 PMC》今天公布了正式版宣传海报。《绝地隧道 PMC》讲述了在板门店地下30米深的地堡内发生的一场秘密作战。何正宇饰演了雇佣兵部队队长，李善均饰演了军医。今天公布的两款海报描述了两名主人公正在执行任务的场景，将影片扣人心弦的紧张氛围传达给观众，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影片的关注。网友们纷纷直呼超级期待影片上映呀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